他不管是在叫嚣啦或者干嘛，那我们当然要去利用前后的方式啊。那在一个工作 ，OK。OK， 各位可以看到哈，其实它是在瞬间。你要抱他的。放掉，你放掉，去拉后面，拉后面，后面两只那个。我把它定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大鹏展翅，因为它如果要攻击它的时候，那个一打的力量事实上是非常的大。